爱健康跟我来。那么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呢，尤其是女生衣服穿的会比较单薄一点，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东一块肉西一块肉，那么就会想到说啊，当然要赶快运动或者是节食来让身体瘦下来。可是哦，今天呢，我们的向学文老师啊特别来教我们，不需要这么样的费力，你可以在这个生活尤其是饮食当中就可以调节你的身体状况，而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瘦下来了。想不想学呢？想哈，那我们就来跟向学文老师一起来学习咯。所以呀，我在这一本你的这个有机减重开门七件事的自然养瘦法，就觉得说很不可思议，我们竟然可以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厨房七件事情，它就可以应对到我们的身体的七个叫做脉轮吗？是能量中心，能量中心，然后应对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正确的饮食，就可以达到自然而然的瘦下来吗？窈窕曲线。哎呦，想不想？这个是感觉上好像很简单，可是呢，它这就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可能是逻辑错乱了。哦，好，今天你就是要透过你出的这本书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对不对？那今天是用什么样的饮食来跟我们分享？好，因为实际上我们夏天都觉得很渴嘛，喝了水还不解渴，是，那所以呢，今天就要特别准备两道饮品，是又可以解渴，又可以补充矿物电解质，太好了。然后呢，还可以瘦，还可以提升那个基础体温，好好哦，好，这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困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个饮品，第一个是叫做什么？姜醋饮。姜醋饮，然后再来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把现在当季的水果结合了 yogurt 做成的饮品，很好，它可以增加能量，对不对？是，又不用吃太多。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姜醋糖蜜水，材料有姜丝20克，或者是姜粉1/4茶匙，苹果醋2大匙，黑糖蜜4茶匙，热开水1杯。姜黄水果优格饮品，材料有凤梨1/2颗，芒果2颗，优格300cc， 姜黄粉1/2茶匙，肉桂粉1/2茶匙。我的手气很好，我一翻就刚刚一翻就翻到这个叫做姜醋糖蜜水，就是你今天要教我们做这个。然后他刚刚那个向学文老师说啊，我们这个流汗流过多，是，然后在这个大热天就是体累的，对，身体会虚，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补充我们的能量。好，你先教这个，对不对？对，好，来，怎么做？那我们的食材在这边，姜还有醋，然后还有糖蜜。那这个呢，就是醋，这是醋。可这个醋，通常呢，我们可以用苹果醋，对，苹果醋。然后呢，就水果醋都可以啊。好，醋。然后呢，这个就是糖蜜。哎，糖蜜是怎么做的啊？糖蜜很特别，糖蜜就是我们甘蔗啊，黑糖吗？是，黑糖蜜，对，就是我们甘蔗呢，它在做成我们一般吃的所谓的2号砂糖，甚至白糖的最早的阶段。所以它里面呢是满满的矿物质，矿物质非常好，对不对？而且别担心这个吃了不，对，因为它没有很甜，对，而且很多矿物质。那如果说家里面我有那种黑糖糖块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熬成糖蜜。是，那这一道里面呢，就是有2种姜。那但是我会建议还是用老姜，老姜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老姜它除了可以就是把我们体内的这个汗发出来，就是解热，但是它同时又可以提升我们的基础体温。人家不是在讲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夏天已经够热。为什么那不是火上加油？实际上，姜它是会有生发，就是有散热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多促进循环，对不对？是，因为像我们，你看我们，譬如我们人会流汗，对啊，然后狗会一直伸舌头吐气，对。因为我知道爱珍姐喜欢狗，那所以呢，这都是散热，因为我们在散热，因为我们人也会散热，就是在流汗。那如果说我们的汗流不出来，那就是中暑。
虚累累的，是就太虚太虚，所以我们要吃这个姜醋汤米。那这里呢，我们也有准备了姜粉，姜粉就有卖现成的，对，因为我知道很多上班的妇女哈，平常比较忙，我们可以沾一点，它这个很辣，这个有机姜粉。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如果不用姜，直接用姜粉来做，好，对，有没有很辣吧，所以我才倒一点点，因为就腌呢，好，但是效果很强。好，如果说有生姜我们就用生姜，如果没有我们用姜粉也可以，因为我也希望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办公室方便，对，你还要去刨姜，那老板会说，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办公室就做了，好，我就是希望说大家有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就可以吃姜醋糖蜜，方便，而且补充电解质嘛，下午茶是，那早上也可以吃，也可以，好，那现在如果是用生姜的话，那你今天就来用生姜试试看。那生姜呢，实际上有很多人就会问说到底姜皮要不要吃，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全家人有男生有女生，我们姜皮保留，因为姜皮实际上是利水的，它比较偏凉，然后姜肉呢就是比较热，所以其实姜皮保留它那个能热均衡，是，对不对？所以家里如果有先生啊，孩子有儿子，那我们就留姜皮。好，那如果说像我们女生，我们很寒，体质很寒，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把皮拿掉。那我一定要保留姜皮，因为我是一个很热的人。那好，那我就要，那我们就把它，其实大自然很奥妙，它已经有均衡了，对。其实就算是女生也保留姜皮也是 OK 的，非常好，对对，所以像很多人坐月子啊，他们都是用连着姜皮的姜，其实姜要连皮其实是正确的，是因为老天爷都已经帮他安排好最好的，最完美的，我们有的时候反而把它去掉是太可惜了，对，要平衡嘛，是。那你刚刚在讲说在这个欧洲他们的农夫，对，在中古世纪欧洲呢，他们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在收割的时候，那也很热，夏末秋初很热，对，又秋老虎那时候很热很热，然后他们也很怕中暑，所以呢，他们就会准备这个，那这个呢就是当时的运动饮料，因为呢这个黑糖蜜啊，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矿物质，对对，然后平衡体内电解质，那因为有醋，那醋呢又可以让身体酸碱值平衡。所以基本上你喝了这个就不会中暑，也不会吐。哎呀，太好了，我们家都有嘛。刚刚不是在讲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醋我们家一定有的嘛。是，然后你的姜也有，然后黑糖其实都有，是，就没有想到去运用它。是，好，然后我们来做这个能量米，来，我们有一个漂亮的杯子。好，现在马上就可以放漂亮。如果说好，先来示范那个办公室的，是不是？好。那如果说今天我先试差不多这么多的姜丝，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调醋。因为如果在家，我们就这样做。对，好，在家的话，如果人多，你可以用个大的容器，譬如说一个大的壶，做这样一整壶，然后倒到杯子里喝。这样子啊，就把它那个姜放在壶里面，然后把这些全部在里面调好比例以后，再倒出来，对，你这样子喝，不用煮，这个姜不用煮，这个不用煮，太好了，所以我才说可以在办公室可以做。好，如果说用这个姜，我们没有用姜粉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家把它切好就带到办公室，是，好，加这个水果醋，对，那因为实际上不管是苹果醋或者是一般的米醋啊，都可以，那就看每一个人的口味啊，你可以调一点醋。好，因为我发现呢，有的时候大家喝水啊，咕噜咕噜咕噜喝，但是呢不解渴，而且还会反吐，而且会感觉到说你会头晕，会，然后会觉得更虚弱，会想吐，而且会也会变成就是所谓的水肿。所以还不如要喝对的东西。那糖蜜呢，这个，糖蜜我就会尽量把它，就是这边刚好是我们需要的量，我就把它将近一个大匙，我就把它先放进来。那通常呢我会用滚水，好，热水，对，热水，滚烫的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成比较温凉一点点，譬如说变成没有烫嘴的状况下，你就可以喝了。好，所以不用煮，我们直接现在是加热水是不是？醋碰到热水 OK 没有问题，是，然后黑糖蜜也不怕，也是不怕热的。好，比如说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放一下，对，然后就可以喝了，对不对？是，那通常我把它调好之后呢，我就会一整壶
然后把它调在那里，然后就倒出来喝。然后你喝完以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好舒服哦。所以是喝热的，对不对？对，我建议夏天喝热的比较好，哎。我们通常会想到说把它弄冰的，但是实际上哈，我们天气热的时候，里面的脏腑也都是热的，是都热。你这时候冷的进去以后，所以才会说有时候会觉得肠胃不舒服，好像你喝了很多水，你就变没有胃口吃饭，对，而且吃完饭也觉得好像胃不舒服，对，整个人就水肿。是是是，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即使是夏天，要喝温热的。对，所以说虽然身体热，我们的整个肠胃内脏就是体温都上升的时候，你反而不要急速的冲冰的下去，是反而是那种小口喝热水，小口喝温的会对身体会比较好，非常好。其实这样子对于促进我们的代谢会比较好，会非常好，因为我们身体在排很多汗的时候，当然流失掉很多矿物质跟盐分，是是是，而且体质上就是会变得说好像偏往偏酸的地方走，对对对，这时候我们又会想要喝大量的冰水或是甜的冷含糖饮料，那就更是冰冰的可啦，冰冰的汽水，对，但是那个就让体质就更往酸，那更酸性的就更爱流汗，然后又更虚，然后那个汗流出来是黏黏的，所以表示你是体质很虚寒了，对不对？好，那再加上我们热又马上钻进冷气房，那这个内外皆缩，对，然后毛孔打开的时候寒气就都进去了，哎，好吧，寒气进去再喝个冰的，那就恭喜你内外夹攻了，是不是？就住冰宫，住冰宫了。好，这个哎，其实手摸的都舒服。我们再来做一个这个水果优格的话，它就可以补充我们所有需要的维生素，还有我们优格里面的一些这个蛋白质，还有 B 群。是因为夏天吃不下饭，营养还是要，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做。其实我们夏天因为流太多汗，对不对？对，除了矿物质跟盐分流失很多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营养 B 群也流失很多，维生素，对，所以呢我们要用最当令的水果，也刚好呢就含很高的这个 B 群的来做。其实在凤梨的这个部分呢，凤梨非常好，就是它有很好的这个菠萝蛋白酶，那菠萝蛋白酶呢，它对于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通通都可以分解消化，所以就是说我们凤梨呢，它里面又有很多的像是 B 群啊，还有叶黄素，这些都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好，这个好香哦，夏季的水果真的是太好了哈。我在这个书的最后这个封底的地方看到，就是说所谓的七个脉轮应对到，怎么会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情有应对到？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的中国人的老祖先真的是很有智慧，有智慧哈，非常。因为呢其实所谓的脉轮它是翻译过来的字啊，但是呢其实就是所谓能量中心，我们的这个在中医里面它也有讲到经络，这也是能量一样嘛，对，经络能量，像这些就对我们的开门的七件事就是非常的好用。因为你看像柴它对应的就是体温，那肌肉就是产热器官，肌肉就是产热的器官，让我们有体温的。好，那最重要的就是小腿肌肉，小腿肌肉是第二个心脏，所以它是要常常产生我们的热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是，如果我们走路、跑步、做事，全部那个小腿，对，这个就是应对到这个部分。对， okay， 那第二个呢，米的部分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小腹了。那我们的小腹的部分常常会说我不敢吃饭了，因为淀粉，那个淀粉会让我们的小腹突的。好啦，那实际上呢，我们要减重的过程里面呢，淀粉反而是一定要吃的，一定要吃的。因为其实米啊是有定心，爱珍姐，我们写元气的气，底下是个米啊，是，所以没有米就没有气了。说的也是，不能不吃饭。那有了米以后，我们的底气才足，才是好。那底气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饱足感。就会不会说像你发现有没有，现在很多人明明吃完中饭了，嘴巴还很馋，
要吃下午茶，要喝珍奶，要配个甜点蛋糕，嗯，因为它没有满足感。是，所以其实淀粉里面呢，这些主食是一定要吃的，是不能够减少的。听到没有？想瘦身，嗯，绝对不可以不吃淀粉。嗯，还有一个观念也是跟大家分享，像我们常说，那我不要吃饭，我多吃些蔬果好了。对，通常都这样。可是呢，因为蔬果里面是不是含很多的膳食纤维？是啊，那膳食纤维也是碳水化合物啊。对，然后这个果子里面的糖分也是碳水化合物。对，所以因为我没有吃主食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我是不是没有饱足感？对，那相对的变成就我在吃蔬果的时候，我的量就增加了，这个糖分更多。对，那我就会一直增重，一直增重，然后我就减重减得很辛苦，我又不吃饭，我又不吃米，那结果呢，我就一直吃这些，就反而发现我怎么越减越重啊。所以这个就是说米绝对不可以，对，柴米油不能够没有油。是因为我们人，我们几乎所有的内分泌啊，就是所谓的荷尔蒙，都是需要油脂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脑袋里面65%以上都是脂肪构成的。哦，所以假如啊我没有吃油的话，我就会变笨了。哦，但是油就要选好油，一定的。好，我们就要选好的油。那有了好油之后呢，我们的上腹部就是胃凸的状况就会减少。所以说那个油就是，嗯，要吃到好油，因为实际上很讲究，在我们这一块第三个，他们叫太阳，就是太阳哈，神经丛。那胃跟太阳神经丛是主要的一个器官，而且旁边还有像肝啊、胆，都是属于这个整个内脏都在这个能量中心。那肝所分泌的胆汁就是专门要来分解脂肪的。所以如果我不吃油，我吃沙拉，我也不加酱料，完全没有油，就是生菜沙拉，只有放会放点调味的话，也是完全不会放油。嗯，我不吃，他连蛋黄油，他就蛋黄滴他都不吃。可以，他可以不要吃蛋黄，那可以吃亚麻仁油啊。嗯，或者是橄榄油啊，但他们都以为就是说油就都是会胖的，就等于油就变肚子上的油，就很可惜。那因为肝脏它如果分泌了胆汁，对不对？那它不是要来帮我们分解脂肪的吗？对，结果呢就都没有用啊。没有啦，它分泌出来它没工作做啦，那它就去待到胆囊里啊。去哪里？哦，然后慢慢的它就一直熬，一直煮，一直熬，一直煮，就变结石了，就干啦。干了。嗯，所以说就很浓稠，要有适量，但是要好油，这非常重要。对，其实我都没有少油。嗯，但是我这里没有，很棒，真的保养得非常好。好，然后这个我们都削好了之后呢，是，我们就要来打螺，是不是？刚刚我们的姜醋糖蜜饮是不是放了姜？对，那这个里面呢，因为芒果呢算是温的哦，但是凤梨呢也是寒的，寒的，所以呢我们在喝这些，那因为奶制品也是属于凉性的，哦，凉性哦，所以那这些喝下去以后，这个就不太适合喝热的，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里面，哦，就比较要用香料，比较凉的。对，那我们就要用香料。我很鼓励哦，就是我们吃素的好朋友们呢，一定要善用香料。这个呢，姜黄是好东西。然后这个呢是肉桂。哦，好。这两个一起进去，因为实际上有凤梨甜，也有芒果甜。那肉桂，艾珍姐，我建议你尝一点，它这肉桂很好的肉桂，好甜哦。哦，光闻味道就好甜。你就可以减少。有的人还会滴蜂蜜，就完全不需要，不需要蜂蜜，其实不需要了。而且你知道肉桂它还有燃烧脂肪，好甜哦，稳定血糖，嗯，很棒哈，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喝咖啡，也可以放一点肉桂，哦，好，这个刚好就是拿它的量。其实肉桂粉呢，最好最经济实惠的就是去中药房，请他打，好。来，这个，然后我们的 yogurt 就可以放下去，因为这个很有可能是要给孩子喝的。好，不管你是把它像我们今天做比较浓一点，就做奶昔了，我们就完全不加水。好，那这样子打了以后，孩子回来喝，他虽然喝到是凉凉的，但是我里有姜黄，我里面又有肉桂，所以他的身体不会因为喝到室温或凉的饮料而不好。所以也是要综合一下，所以不是说老师这么严格，夏天不准吃冰的，他还是可以吃点凉的。是，但是因为孩子你要他喝热的，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呢。哎，这个他会说你虐待我。嗯，好。
我们先来冰沙好了。颜色很漂亮哦。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好了，我们来 ，OK， 来，好。那既然如此，它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倒出来喝喝看，哈。姜醋糖蜜水做法是：姜切丝放入杯中，再加入苹果醋、黑糖蜜。热开水拌匀就可以喝了。姜黄水果优格饮品做法是：凤梨、芒果切块，放入调理机中，再加入肉桂粉、姜黄粉、优格打匀就可以了。好，现在呢，这两杯我应该要先尝哪一个？先尝这一口。好，这是凉的，对不对？嗯。然后你会爱上它，真的爱上它。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纤维之后，那个姜黄跟肉桂的味道，其实会让它那个果汁的那个味道变得很多层次哈。对对对，它会变得很好喝。是，而且你知道，爱珍姐，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骑脚踏车啊，不管是走路、跑步，或者是到了户外，那我们通常会擦防晒嘛。那可是小孩子有时候他没有戴太阳眼镜。好，这个呢就是眼睛的防晒。哦，要多喝这个，是因为凤梨还有芒果这些当季的里面，它都有很多很好的维生素 A 啊，那也有胡萝卜素叶黄素，所以呢，喝这个你看有蛋白质，有 B 群，要稳定情绪，又不会容易发脾气，又可以防晒，看到没有？然后呢，这个呢才真的是我们今天补充能量的，像运动饮料。对，不管是工作还是运动，那么这个就是说，可以，我还可以在这个运动后来补充，对不对？是最好，因为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骑脚踏车，或者是说在这个健身房都一样，就很需要把身体里面调整好。那这个姜醋糖蜜对身体的帮助就很大。不是说，减重不能吃糖吗？但我觉得很可惜，其实这两个饮品都是甜的。对呀，那因为我觉得夏天一定要给孩子或者是自己准备一些饮品，但是这里面的糖，第一个这个是黑糖蜜嘛，那黑糖蜜实际上它里面是完整的，它有矿物质，有微量元素，那它有甜分，但它的甜度是很低的。对。那第二个呢，这个是水果里头的糖，凤梨的糖，天然的，芒果的糖，还有肉桂。那因为肉桂是稳定血糖的。而且刚刚那个肉桂，它虽然微辣，但是它香，但是它甜的。嗯，是。所以呢，这两种糖呢，甜味都是好的。那我们可能要戒糖的是戒白的精致糖，因为它里面就只有甜度，没有营养。戒那种零嘴的糖，是是是，好不好？糖果的糖，糖果的糖，好，不是戒这个糖。好，刚刚我们这个向学文老师已经呢，就是大概已经提了一些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应对到这个七个脉轮哈。唉，时间的关系，他也没办法一点一点的跟你们大家分享，就自己看书好了。有机减重开门七件事的自然养寿，用养的哦，养寿法哈。好，那么我们今天谢谢向学文老师，谢谢你，谢谢爱珍姐，谢谢。